来坐船的时候有比较晃吗？还是觉得还好？没有啊，还好啊。我所以怎么晃？你们觉得为什么会？放下哦。晃到快吐了。像海盗船。像海盗船。那你们去绿岛玩几天？四天。所以今天有提前回来吗？刚好回来，本来就要回来。就搭早上的回来。嗯。